现在的选举一检举下来，你就往前冲。难道第二篇报纸就是走路空出来的，把人带进去，到最后没有的话，啊，报纸已经出来说你走路空。啊，我讲这种有一挂熟悉的哦，不是讲假话。我问的问题不是反贿选，我问的问题不要去害到真正的人。但是我也跟处长讲，不是只有国民党会买票。我跟你讲，某些政党也会买票，因为我两个政党我都走过。啊，我讲这话是无人敢讲的话。我不是反贿选，我非常支持贿选。但是即使你们说你们专家整个地方来跟我讲哪里来，